还有奶盖，我确实加了奶盖，就是你们这是什么最新的设计是吗？没有吗？没有，这很普通。不对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？没有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也不懂是吗？对，我不太懂。没事，那我回去慢慢研究一下，还挺有意思的。你们店真的很会搞这个。发自内心的就可以，嘴巴不动就可以说，是吧？那你发自内心的跟我说一句。你很可爱。你很可爱。叮叮叮！听说今天是。